教室を地面が地面が割れてます。今東京新宿スタジオが動く部分です。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发生历史罕见的9级强烈地震，震中位于日本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20公里。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对日本东北部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等地造成毁灭性破坏，并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造成约20000人遇难，2500多人下落不明，50万人流离失所。因为核电站爆炸造成泄漏，半径20公里内的福岛县沿海各地区被政府要求紧急避难，其中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仅1公里的双叶町全体居民被迫整体撤离至关东地区的埼玉县。通过福岛县沿海地区由东京连接至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县岩沼站的 JR 长磐线，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部分线路运营中断的状态，直到2020年3月，时隔9年，由福岛县富冈站至浪江站的20公里线路恢复运营 ，JR 长磐线全线开通。现在乘坐的这辆车是 JR 特急长路3号，沿着长磐线一路向北开往仙台，中途会停靠时隔9年后重新开站，距离福岛核电站最近的大冶和双叶。这里呢，应该是离福岛核电站最近的两个站之一。在去年3月份，这个站才正式恢复，差不多过了9年的时间，整个站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人。这边现在的辐射量是0.08。整个站台应该没有人。用了这样的一个自主的机器，虽然是新建的，每天的这个车次也是比较少，大概1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一般的量。因为是新建的，所以看起来还是比较干净，但是完全没有任何人。车站这边有一个指示牌，在去年3月4号，一部分地方呢，它是这个避难是解除了，就是可以自由的进入了，还有一定的这种叫特定复兴再生据点区域。
基本上就是为在解除做准备的这个部分。然后呢，底下在车的车站周边啊，首先是避难指示解除的部分呢是可以自由进出的。然后呢，第二个呢是虽然说可以进出，但是呢它还是有这个避难指示的，就是没有完全解除，但是可以进出，它属于叫做立入规制缓和区域。然后呢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完全是还是在限制的区域，就完全不能进去的。然后下面介绍说，就是第一个就是完全避难指示解除的地方呢，进去的时候呢没有进入进出的时候没有限制，然后呢可以就通常的服装就可以了。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这种进出的规制缓和区域啊，短时期的短暂时间的这个进出呢到访呢是没有关系，然后呢一般的服装就没问题，但是呢在这个区域内长时间的滞在是需要注意的。这个图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然后再来简单看一下这张图，黄色部分是现在的车站以及车站周边的区域，属于短时间进出限制的区域。绿色部分是沿海地区建设了地震级核事故传承馆，已经是完全开放的区域。红色部分是限制区，而着重要看的是灰色区域，叫中间储藏设施区域，也就是除污后的废料及土壤存放的区域，也是现在还没有明确该如何解决的部分。因为这个日本政府应该还是希望这边区域能够尽快恢复吧。然后车站前面现在就是大型的这种施工现场，就是希望他们是希望大概两三年后有居民能够还是回到这个地方居住吧。其实是这边写了车站西侧的这个复兴再生据点建设，所以呢应该就是在打算在这个区域呢再重新建一些这个住宅区域。然后这边是有这个简易的视图，这黄色部分黄色部分应该就是住宅设施，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至少在车站前吧这部分有居民能够就回来，还有一些这种特定的公益设施，这个叫ふたばでふたたび。ふたば就是双叶，就这个地方的名字，在这个地方，然后呢ふたたび，ふたたび是再一次的意思，所以就是等于说是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恢复，再一次的生活吧。整个站呢看起来还是很气派的，双叶站。之前听说这个站附近呢是没有任何的店的，现在看起来在车站旁边这边开了一家不太清楚咖啡店吧，应该是，这不是咖啡店吧，应该是资讯中心的感觉，信息中心，然后呢包括休息的场所。町の中にこれから移住してくれる感じ。これから来年期間開始の予定ではあります。期間開始。町民さんとかが戻れるように避難指示の解除をする予定。でも今避難指示を解除されましたよね。まだ。立ち入り規制の緩和です。
あ、この辺り、はい、通行証がなくて入れる状態、はい、でもまだ避難指示は継続してるんで、全長避難指示解除されてるエリアは小さいところはありますよ。伝承館分かりますかね。あ、まだ見てない、見てないですけれども、海側の方、はい、あ、伝承館のところ、伝承館、あ、原子力 の、はい、あの辺は解除されてます。なるほど、こちら、はい、あのもし解除されたら、まあ、人がそうですね、住めるようにはなります。なるほど、はい、分かりました。はい、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在车站的对面就是他们之前的商店街。像这种施工相关的车还是挺多的。双叶站前残缺的墙壁上有一些当地出身的青年进行的创作，据说是希望先用艺术去唤醒这个城市。右边的墙上是曾经深受当地年轻人喜爱的车站前餐厅的店主，让人们一看到就能回忆起当时的温暖。左边的图叫做《重回双叶》，表达的是一位父亲开着车回到空荡荡的双叶镇，给儿子介绍自己曾经生活的故乡。路的右边这边还是封锁的状态，是左边这边是可以进去。野草长得很高，这边的房屋应该就是在当时地震发生之后就这样保留下来了。高橋商店，这是汽油加油站。整个内部还是这种杂乱的状态。对面是双叶厅消防团第二分团。表的时间2:48。不太懂烟的东西，里面的这些烟的品牌应该有包装吧，应该都是10年前的了。库里依稀还可以看到这个字儿写的是 cleaning， 是洗衣店。哇，还有当时的，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客人的衣服，挂在这边。
可以借这个辐射量测量计的。すみません、了解。あ、じゃあ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ごめんね、今ちょっと食事中。あ、大丈夫ですよ。すみません、こちらこそ。はい、どうぞ。お手数をおかけしまして。いえいえ。外国人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はい、お願いします。4時半、あ、3時半までに。はい。返却お願いします。分かりました。これ何かあった時には電話番号、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はい。すみません。ダメ？ちょっとすみませんね。あ、大丈夫ですよ、全然。この辺。はい。歩くんですか？伝承館かな。あ、そうですね。伝承館行きたいですね。はい。歩いて行けるんですか？ちょっと遠いですか？あそこに自転車があるので、あ、はい、あとバス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バス、11半のバスがあるみたいで。出た、ゼロになってますよね。スイッチ、はい、ゼロ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はい。設置了这个免费的接驳巴士，到。那个大地震的这个传承馆，在车站前，差不多就是一小时一两班的样子。你到金门去？嘿。有一个他们的这个产业交流会馆，今天好像看起来有的人在这边开会。然后呢，这边的话就是他们的传承馆。今天看起来有很多这种学生吧，应该是来这边。参观的，どうございます。撮影大丈夫ですか？大丈夫ですよ。はい、どうございます。ただ中入られますよね。中、はい、シアターの中、はい、有料になりますけれども、はい、そうするとシアターですとか映像関係だけは映り込まないようにしていただきます。わ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刚好碰上了这些学生的，应该是参观的团体吧。据介绍，这座核灾传承馆是在去年九月开馆的，馆内收藏了很多关于大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事故的物品、资料和照片。一方面是希望能够将这次灾害和事故的经验跟世界分享，一方面主要是希望把这段惨痛的经历传承给日本的下一代，提高人们防灾的意识，并推动当地的重建和复苏。干巴罗，加油！福岛，然后呢是日本和美国，2-2。
传承馆的对面呢就是这个产业交流中心，然后这里面有一些店铺，有一些吃的，有些就是之前好像说是在地震之前，然后呢就是在市内比较有名的店呢现在又搬到这里面了。点了这个浪江炒面600块。之后呢，这一片呢应该要建一个复兴纪念公园，就是在传承馆后面的这一片空地。产业馆的门前也有一个测量仪，现在是0.042。产业中心里有当地工作招聘网站的介绍，顺手在手机上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跟核电站设施以及当地各类工程建设相关的工作，工资水平算是普通，部分呢会略高。巴士来了，坐他回去了。现在是2:17，回来了。然后呢，把这个返回去。这现在显示的是，能不能看得见？0.1。0.1は普通ですか？低いですか？はい。なるほど。他给了我一个这个反馈表，0.1。走的时候这边是0.075。地震发生过去已经10年了，形势和现状还是依然很严峻。普通的民调也显示，日本民众对于灾区恢复的现状以及政府的对应都表示出相当大程度的质疑和不满。但当前看起来政府加快了复建的步伐，到明年不知会有多少民众再回到这里生活。但说心里话，暂时老宋还是不建议大家无理由的前往这里。之前看过一段文字，讲到其实没有哪个地方的人会无缘无故的就举双手欢迎核电站的进驻。当地区经济的下滑和人口下降带来极大的损伤时，核电站的到来其实成了一根救命稻草，带来了资金、人员和就业岗位。同时，当年核能在宣传下也是风光无量、清洁、先进、高效，这些悦耳的名词也是打消了人们最后的疑虑。但没有人是先知，地震、海啸是大自然的警醒，这片土地和这里的居民，包括全人类，都是很惨痛的受害者。老宋自认为算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但前段时间看到一段前往该地拍摄的一名粉丝量很大的视频主的视频，还是让我有些气愤。用极其夸张语气说，这里空了，这里没有人住，这里也没有人。所指的区域本身就是避难指示区域，也就是规定尚未开放的区域，空着不是很正常吗？不空难道你去住吗？不应该先去了解原因吗？你到底想要传达什么？并且描述觉得很恐怖，像拍恐怖片。我不想去苛责每个人心理情绪上的表达，但是
老宋也曾经去过汶川地震的遗址，感受的只有悲壮和伤感。试想一个外国人跑到汶川地震遗址，然后说怎么这么恐怖，好恐怖，我好像在拍恐怖片，大家会作何感想呢？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感情其实都是很复杂的，我也一样。历史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伤痛，但现在这一片东倒西歪杂草丛生的区域，也不过是跟我们一样的一群普通人，他们可能再也回不去的家罢了。